上集啊，李亚鹏和这个叫杨紫的这两个家伙上演了一场啊，几亿几亿的什么茶具、什么茶叶的啊大装逼，然后呢，搞得大家呢不忍直视。嘿，结果还有第二集，这两个人真的是还上了新浪热搜啊，叫做上一次呢是搞的大跌外交。大跌建交，我也不太理解什么叫大跌建交，我也计划用他这个词吧啊。这个文章呢是叫罗贝贝写的，有意思，分享给大家。杨紫李亚鹏建交竟然还有第二集，上周他俩金凤玉露一相逢就上演了大跌建交的壮阔场面。但杨紫要炫的东西岂止是一个亿的紫砂壶，这回又拿出了他（括号）炒作了好几次都没红的（括号）白酒事业刘伶醉。杨紫跟李亚鹏说，发酵池是从1126年开始酿造的，一直没断过，拔高价值可以触摸的千年历史。李亚鹏如此热爱传统文化之人，立刻热泪盈眶的摸了摸。之后，他和杨紫在烧锅遗址纪念碑旁边合影留念。之后杨紫还展示了据说是洪武年间的酒海，李亚鹏同志积极肯定了杨紫同志的白酒事业，表示这是值得做的千年的事情。顺便，李亚鹏到底什么时候上网冲浪参与的风飞 CP 投票感，不会是在徐水考察期间吧？还上网冲浪啊？他俩一评论，他俩一起就过算了，把女明星都放了吧。哎呦喂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大明洪武年间的酒海，我还想问你有没有10000坛？你要能开个小口，我拿一瓶也可以啊。这是我们刘伶醉仍然在使用的一个酒厂，现在整个空气里都弥漫着这个酒香味，没进门就开始了。这里边的花窖池从公元1126年到现在没有间断酿造的，1126年纪元年间从未间断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可以触摸的千年历史。能摸摸一摸摸一摸一摸吧。哎，这怎么还是湿的呢？这应该是90天的发酵期、哦、现在还在用，还在用。我以为在摸一个古董呢，那就成了死石了，这属于活池、哦、之所以它珍贵在于它的菌群不能断。对，从公元1126年到现在依然在用，不间断酿造897年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殊荣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公布，这是很高的荣誉了。而且呢，咱们还是中国首批食品文化遗产。接下来我们要去鹏哥心心念念，对，大明洪武年间的酒海，明末清初以及大明洪武年间的很多酒海都在这里头了。这全都是以前打铁匠手工打造的。这是数量5吨吗？这里边放着5吨的酒，日期呢是60年1月。其实不是说酒的酿造年份，这是记录年份，因为没有人知道里边的年份了。62年记载的。对，酒海其实就是用来长期存储酒的容器。我们现在可能见到这茅台大缸、酒缸，是吧？但是在古代，酒海很多是叫金条，这就是我说的用金条做的酒海。这个酒海据说是我们一个非遗的手艺了。它有一个功能，就是酒是透不过刚才这些薄膜的，但是水可以。出来精编的酒海储酒的话、度数会慢慢升高，越来越浓。这个是大明洪武年间以及以前的酒海，非常原始古老的酒海，48年记录的。对，你说后来做了鉴定的，对，就这里进行碳14检测，评定它是大明洪武年间上下的。那这个酒窖的话，这个温度是要保持恒温吗？对，之所以是放在地下，就是争取不要有太大的温度的变化。但是酒呢、其实还是要让它经过自然的四季，春夏秋冬，所以冷暖要让它自知。明白，所以这才是好酒。那这个都标了这个标签，这一坛子打不开吧？对，一般不会打，一开就是一大坛。除了有特殊的年份、特殊的纪念、然后我们开一坛之后进行年份酒的灌装。那就算了啊。这不是，我说你要能开个小口，我拿一瓶也可以啊。这老酒我是没有口福了。
这个真的是很震撼，在别的地方没见过这么，没见过，超出我的想象。哎，天哪！你那天跟我看了个图片，那图片上看上去其实就这么齐六而已。所以我能刨根问底一下，你说叫万坛是吧？对，这儿有数万坛，简称叫数万酒。我还想问你有没有一万坛？有有，远超一万坛。我带了那么多好朋友，从来没有真正打开过一盘。就是我们的帅总啊，我专门给鹏哥打开一个，来，哪个？哎，别动，别动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一起，一二三，来，这里有吊装袋在打着呢，放那边，放那边，哇，这是我们的酒，你看，哎呀，有没有点水中望月的感觉啊？基本上有五分之一的酒已经挥发掉了。在临冬储酒的方式，虽然经历了大自然的充分的融合，但实际上是挥发掉很多酒，也算是精华。不要打扰它了，安静地对过它漫长的岁月。是是是是，说实话，我也第一次看，我是沾鹏哥的光。你是对自己家这宝贝不认真，我跟你讲。这块有块碑，这块碑应该是我们当地的一块碑。翰林院进士及第，应该是本地出了一个状元之类的。就看见这个碑啊，你看古人做事立碑刻字，一立千年。我们今天社会节奏太快了，太多的事儿，这个急功近利啊。但是今天看完这个酒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做千年的。是。在我们接手前已经存在了千年，但希望它依然能够存在千年。就是搞啊茶呀酒啊这些个让肉体舒服的东西啊，招人喜欢吧。大跌建交第二集，触摸千海，千年酒海促进人类。